叫做眼睛。所以志伟哥哥，您有在吗？不过我可能要调音一下，你来嘛，你来嘛。其实我在排歌单的时候，其实我希望就是今天来到铁花村的每一位朋友，对，能够听得到很多很多的歌。那我这人呢，我的个性是很喜欢就是跟音乐人一起合作，对。那因为他的这首歌叫《眼睛》，我曾经有帮他制作过这样，然后也被人家嫌弃了一下，因为。太好听了，我们请他唱歌好不好？对，因为刚刚阿扁哥唱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要铁花村的代表一下，是吗？好，还是我们要请八哥来跟你一起合唱？那可能要唱老人一首歌。哦，真的吗？我们要回去练一下。好，好，换他。就一路下去啊。因为我的那个调音器不见了，因为我的调音器是夹在这里的，长得很像那个光有那种。好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嗯，准备好。对，我希望这首歌分享给大家，然后大家来到铁花村，然后感受这里的氛围。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，对，对，铁花村。所有的形状渐渐改变。